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嘉义市的林松国小旗下的嘉义市中小人物市长杯、嘉义市运动会，阁有朱乐山杯全国锦标赛排球比赛七连霸的冠军。小朋友是充满着斗志，用辛苦的努力和团队合作的精神，用力来争取荣耀。嘉义市林松国小夺下嘉义市中小联运市长杯、嘉义市运动会以及朱乐山杯全国锦标赛排球比赛七连霸冠军。我们聘请了张哲健教练来为我们指导，在104年到目前，我们已经连续7次获得各项排球比赛的冠军。每天早上、中午跟放学后的时间，平均每个小朋友都有每天练习大概有3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是透过教练辛苦的指导跟小朋友辛苦的练习，才能够获得七连冠的佳绩。嘉义市排球委员会主委陈景基提倡排球运动，对于林松国小排球队的表现，展现团队战斗力，坚持到最后才是赢家。小朋友的斗志高昂，更新努力团队精神，热情营业。市运会。林森国小呢真的很棒哈，得到那个男童的冠军嘛哈，女童好像也有得名了哈。那在这十几年来呢，我一直在推这个排球哈，推到现在已经我们国小差不多学校有一半以上都有组队出来参加了。我嘛真欢喜哈，嘛感谢我的运动哈，就是排球的运动最省钱，因为两支条啊起来一个网啊，就会当吼120个囡仔身高欢喜噶哈。没有不必说身高一定要很高，但是就是说技巧上一定要会很精进，那你就可以打赢人家。学校感谢陈景基议员为学校争取真济设备经费，进步奖每年赞助学校体育团队经费，也阁有家长会的支持。教练以及老师们，因为有他们辛苦的教导，才能让我们的小朋友在这次的比赛获得1至3年的佳绩。那今天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请各位多多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也多多来参与。目前总共有68位学生加入男女排球队，成为学校人气上悬、对外争取荣耀的体育团队。新闻陈碧彤，嘉义市采访报道。